是你的孩子。孩子。哎呀，这是。他是我的孩子，你告诉我，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你把木头弄到哪儿去了？哎呦，你还问我把他弄到哪儿去了？对。哎呦。对，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不让他弄到哪儿去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把木头弄到哪儿去了？你现在。我求求你们了，哎，我求求你们了，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不问你，问谁去？他不是个木头人吗？哎，他怎么会丢呢？啊？哎，对呀，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这木头人怎么会丢啊？我非拉他们来看看不可。什么秦砖汉瓦，漆胚怪石。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总邪摸着这块石头有点怪，又是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发光呢。我说你见过没有，宝宝？爷爷在跟你说话呢。哎呦，我哪儿去了？这回呀，你非给我说明白了不可啊！我的哪？为你呢？为这衣服，我花费了十年呢，十年。我的衣服，衣服。你把木头人弄到哪儿去了？不是你弄的，你把他弄……哎呀，这怎么能赖我呢？我明明给他穿上了一身衣的嘛，哎呀，是的，还是你给穿上的呢。可，哎呀，可他是木头人啊，这木头人穿隐身衣是没关系，你赔呀，他没关系呀。我早跟你说过了，别跟他们搅和。哼，好了，这回啊，看你自己怎么脱身吧。啊，哎呀，你赔呀，还脱身？哎呀，不是你，哎呀，我说不清了，你看，哎呀。好了好了，别难过了啊，妈妈明天啊一定把它找回来啊。你骗人。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找不到它了。妈妈要是骗你啊，就是小狗。你找不到它了。会找到的，快睡吧，你看都几点了呀，再不睡觉啊明天还要上幼儿园呢啊。不去幼儿园吗？不去幼儿园，不去幼儿园吗？不去幼儿园。好了好了，明天不去幼儿园，行了吧？嗯。哼。您说奇怪不奇怪？啊，这木头人儿，难道会动？我记得，当时是您抱的那个木头人啊，您还记得不记得了？我记得呀。他就站在那儿，哎，你说这世上千奇百怪的事还多着呢啊啊啊！是啊是啊，贝贝爸啊，不早了，快回来睡觉吧。哎哎，来了，哎，得得得，啊，我也搞不清，你说的那种衣服怎么一下子就能让人看不见呢？啊啊，那是根据光的折射原理搞的。哦。折射啊，是光的折射原理。哦，说说啊，它是一种特殊的原料做的，啊，它是无数根呐，很短很短的纤维都竖立着，都由它胸前的那个纽扣控制着。哎，只要纽扣一摁动啊，这些直立的纤维啊，都唰的一下，哎，朝一个方向，那就都倒。哦，我懂了，这不很简单吗？啊，简单？它可不简单呐。为了他，我们花了整整十年的功夫呢。哦，这可神了啊！他是科学嘛。你们光做这种让人看不见的衣服，万一让人看见了，你们能不能想一种
你一物降一物的办法呢？想了，那是又一项啊，那是又一项重大的科研课题呀。什么什么课题？嗨、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就好比，他呀，老黄，啊，怎么着睡觉了？得再要说下去啊，就得回去。跪搓板了哎大叔 啊我问你、啊、你们家还有喜乐吗喜乐啊我们家宝宝从来不喝那玩意儿我说 啊这喜乐啊大人要是喝了它还不回来呀明儿再说吧来了他穿了我爸爸的隐身衣就再也看不见了小龙哥哥他丢了他不见了谢谢婆婆谢谢婆婆小点声别把大人们给吵醒了知道吗啊小龙哥哥他丢了我知道，我站在院子里头什么都看见了，我知道。那您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他在哪儿呢？他呀，就是啊，不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他想走捷径了。那他现在去哪儿了？他呀，他哪儿都想去。那他在哪儿呢？那他高兴吗？那他，你哪儿那么多那他呀？啊！哎，让他呀自己去碰去吧。好了，咱们都坐下。明天他就会回来的。
醒醒啊。本台记者刚刚采访到的有关动物园里狮虎山老虎出笼的事件。啊，这是动物园里首次发生的案件。万幸的是，动物园里的狮虎山的看守及时地发现了大门被打开，他阻止了一起重大案件的发生，所以没有造成老虎伤人的事件。请问林探长，在动物园里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案件，您能不能向本台观众提供一些所得到的消息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发现作案的人。哦，都没有看见作案的人。是，从昨晚零时到今晨六时，动物园就出现了案情，当时没有游人，所有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很容易发现作案的人的。但是都没有发现。是的，但我们的监视器却发现了一个身影。什么身影？是的，我们在监视器中只能看到它是一个这么高的影子。你说是影子？对，而且是头上长着一对角的一个影子。好，谢谢你，采访到此结束。你走够。有。